OK 吧。OK。像这种啊，也是常玩的人。这里就只有一个可以从这边飞下去的、啊。那、啊、我跟他蛮熟的，他就是飞下去啊，会给我看啊，飞过好几次了。我想说这个距离滑板上啊，外面冲过来，距离蛮长的。他出去要站在板子上啊，那真的不容易啊。